颈椎病病症小科普。关于颈椎病，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它的发病病症其实非常复杂多样，许多你想象不到的地方病痛其实就是它爆发的预警。比如说头晕、心慌、大小便障碍以及颈背部疼痛、四肢乏力等，这些从头到脚的病症都有可能是颈椎出现问题的征兆。所以说我们的身体可不允许有任何的马虎大意，一旦出现发病症状就要紧急寻医，否则很可能美国会因为你的不在意而导致更为严重的病症发生。二、颈椎病的患病原理。在当代，越来越多的人主诉自己可能患上了颈椎病，而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和医生确诊后，目前中国颈椎病患者已经超过了2亿，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了。那么颈椎病为什么会找上门来呢？它有什么特殊的筛选标准吗？首先，颈椎病喜欢找上体力劳动者。体力劳动者在进行长时间高强度体力劳动时，难免的会对颈椎产生压迫，而一般这一类人群寻求颈椎保健的几率又比较低，这就导致他们成了颈椎病的高发人群。其次，颈椎病喜欢找上低头族，手机的出现诞生了低头族，只要有空余就会拿出来手机聊一聊、刷一刷，而这种行为会直接导致颈椎的变形，最终引发严重的颈椎病。再次，颈椎病喜欢找上睡眠缺乏者。是的，睡眠不足也是引发颈椎病产生的一大原因，因为睡眠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得以放松，很大程度上能够修复劳累的颈椎，但是睡眠匮乏者却很难达到修复调整的效果，由此会日积月累导致颈椎最终产生病变。百夫法是目前用于治骨病最常见的方法，因为简单见效快，而且不需西药，避免了对肠胃的创伤，安全无副作用，深受患者喜爱和认可。一般贴上去之后短短几个小时之就能缓解疼痛。中医认为痛则不通，打通经络通道，首先解除疼痛之苦，膏贴直接贴于皮肤患处，通经活络为主，快速打通因寒湿而淤塞的经络通道，给骨头直接供给营养，从而缓解疼痛，逐步恢复健康。中医辨证中药外敷是否有效，中医药已经传承发展了5000年，是中国乃至于全人类有关生命学领域的人文瑰宝。但是市面的膏贴有很多种，其质量也是参差不齐，不乏很多朋友贪图便宜使用一些劣质膏贴，在药材成本高昂的今天，这些几元十几元的往往连都是黑热溶胶合成，连一点药渣中药成分都是没有的，所以也给我们国宝中医带来了不好的影响。那么我们该如何抉择呢？其中气乌通膏贴作为代表，作为行业的代表口碑就非常不错，它由制草乌、三七、大黄、冰片等多种昂贵中药熬制而成，从明代传承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15年环保部垂危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做保护，其生产过程受到严格把控，也被授予315诚信企业，经过政府的大力扶持，现在在草主上就能找到七乌通，简单方便，相比教育推拿按摩经济实惠。仅 PGC card PGC-CARD-HREF text decoration None Outline None Display Block Rate H 100% Hide 100% 仅 PGC card PGC-CARD-HREF Travel text decoration None PC 两视星 PGC card Box sizing Border box Hide 164px Border 1px solid 仅1818 Position relative padding 20px 94px 12px 180px Overflow hidden PGC card After content display block border left 1px solid 仅1818 Height 120px Position absolute right 76px Top 20px PGC cover position absolute width 162px height 162px top 0 left 0 background size cover
PGC content overflow hidden position relative top 50% WebKit train form translated 50% transform translated 50% PGC 杠 content 杠 title 5518px color 22 line height 1 font weight GHT bold overflow hidden text overflow ellipsis white space red PGC 杠 content 杠 TBSC font size 14px color 444 overflow hidden text overflow ellipsis padding top 9px overflow hidden line height 1.2m display WebKit inline box WebKit line clamp 2 WebKit box orient vertical PGC 杠 content 杠 PRICE font size 22px color 85959 padding top 18px line height EEM PGC 杠 CARD 杠 BOY 75px position absolute right 0 top 50px color 近似06599 font size 14px text line center PGC 杠 BOY 杠 TEXT padding top 10px PGC 杠 ICON 杠 BOY 23px with 20px display inline block background D URL HTTPS S0 static COM PGC VR PGC TPL static image commodity by FRB4DA PNG 贴出的同时建议大家配合这个懒人锻炼方法懒人是颈椎锻炼法真正的在家就能做锻炼第一步走到窗前向远方向望五分钟此时你可以喝一杯茶缓解一下工作的压力也可以吹吹风换个思路第二步回到座位上前后身体站直抬头挺胸左右依次扭动脖子幅度可以稍微大一点一打倒酸痛最佳帮助颈椎得到很好的放松第三步拿一个热毛巾敷在脖子处大椎穴2到3分钟后拿下来每天三步走过程大概需要10分钟但是却能够让你的颈椎得到很好的休息和调整对于白领工作者来说既节省了时间又收获了效果体力劳动者可以将这一套动作放到晚上睡觉前做完之后也非常有利于睡眠哦所以说别拿小病小痛不当回事就像小丽所经历的那样如果她在去年的时候认真地重视了颈椎病发出来的预警或许今年就不会出现因为严重颈椎病导致工作和生活都无法正常运转的悲剧情况了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